照市委市政府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的要求，我们对大连湾街道核心区外围12个社区村未出现确诊病例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研判，并对12个社区村进行了3轮的核酸检测的排查，排查结果均为阴性。经市指挥部研究决定，并征求了国家和省疾控专家的意见，12个社区村有序逐步解除封闭，并继续落实各项精准防控的措施。